六月三日，一位王嘉尔的男粉丝带着王嘉尔同款毛线帽去现场，王嘉尔看到后视线不由自主地被他吸引。众所周知，王嘉尔真的很喜欢毛线帽，男粉带他同款帽子顿时就被王嘉尔吸引过去了。这个男粉真的太心机了，很多网友就在想，以后会不会一大片全是王嘉尔同款毛线帽。王嘉尔是国内优秀的音乐制作人之一，有颜值有实力，还特别敬业懂礼貌，这样的性格又让王嘉尔圈到了不少粉丝，对他的行为纷纷表示赞扬，同时也更加期待王嘉尔之后的表现。